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你眼瞎、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，我老婆差点手机摔烂了，我老婆被那个驴踢了，我急着，怎么被驴踢了？送她去诊所看一下。那么厉害，有多大那一只驴啊？踢，哎呀，那边养驴场的，踢了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我看，不好意思啊，把我这新买的皮裤都，都弄脏了，算了，我赔两百块，手机差点烂了，赔两百块，你自己买个新的啊。谁要你200块啊？啊！上次看路带人远呐、啊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么厉害的驴，赶路啊！下次注意啊！不，对不起啊！你气死我！哎呀，痛死了！啊，新买的衣服，哎呀，不过好像不对劲啊！他刚刚说他老婆被驴踢了，我没见过，啊，驴踢。能踢晕？踢晕？不是啊，感觉那样驮着，哪有对老婆自己那样的？哎呀，感觉怪怪的。那我以前被牛踢都没晕，肯定有猫腻。不行，我回去看看。哎呀，打个电话给那个大巴山去。哎，蹲点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得手。喂，哎呀，三哥，是我。哎呀，上次跟你说那个，我蹲点很久那个，摇头非常那个身材非常好的那个美女啊，上钩了，是，现在就在我车上，我现在准备想，那个跟你见面，把她送给你送去，对对对，不过那价钱方面，哎呀，你也知道，现在什么行情，我是兄弟价，80万。行吧，那个那就哎，几点过去？晚一点，11点是吧？那现在10点了不？啊，行，我等下就过去啊。对，好的，好，码头，对，老地方了。行，哎，终于搞定了。哎，这是谁呀？哎呀，是不是被发现了？看一下去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要不要打电话？我电话报警呗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我进去，被送上门来。进去！真是，准备要搞你，白搞。这里应该安全了，哎呀，看在后面这个钱，哎呀，真是天意呀、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仔细一看还可以哦，哎呀，不过幸好带有扎我来，哎呀，把它绑起来先，不然等一下醒了，哎，坐着不动啊，哎呀，不动。哎呀，那个刀疤山应该这一件还比较俊俏哦，比那件，算了，这个，我去，进去，10点，哎呀，叫那个三哥看一下他来没来先，叫他过来。喂，三哥，我到了。到那个码头上面那个废弃工厂那里，对呀、啊，你以前来过的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有一个，哎，又有一个妹仔，两个，他自己送上门的一个，现在我车上一共2个，你过来看下合适的价钱，我买一送二。对，行是吧？啊，10分钟到是吧？啊，你快点啊！啊，哎呀，
今天又是一个发大财的日子啊！哎呀，就等着他来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喂，三哥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哎呀，来了，你先放好。怎么拿现金呢？两个，那我那个车，两个人坐的，放不下三个啊。哎呀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放下钱去。哎呦。那我的厂子又可以又那了，哎呦！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俊俏，俊俏吧？那你还一个是吧？是啊，喂，这个也可以，是啊，行，最主要你看一下这个身材身段，我那个厂子又可以赚大钱了。不过刚才说一个80万，现在两全部给你带完来了，这个是多少？160万。这么勇敢呀、啊！你能帮到我，我们就合作愉快。麻烦你送我到一下码头，上面啊，跟路有点难走，反正不过行，因为我那个两个人那个跑车，我以为抓一个坐不下，行吧？哎，开工，拿你的钱，我上车了。哎呀，哎，赶紧啊，兄弟！走了，哎呀，哎呀。